为沈小婷，舞台精灵沈小婷，既然也成语飞行。各位教练们好，然后学员们好，我是来自 Top Class 娱乐的沈小婷，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我的舞蹈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。我觉得小婷，你的肢体就是透露着你的情感，就手指尖都有戏的那种。对，这个是其实是很难的，然后力度啊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控制得很好的，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你擅长的舞种是这种要求，就是一定是干净利落，就是能够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快乐，反正我蛮喜欢的。行，那先休